来，主席、各位先进，本委员赖世葆、侯彩凤、李庆华、丁守中等20人临时提案，查根据 SpeedTest.net 目前公布的资料显示，我国网络下载速度约9.85 Mbps， 在全球185个国家当中排名40名，远落后邻近的韩国、新加坡、日本等国。其中韩国的下载速度是我国的5倍，显见我国网络基础建设实有很大的改善空间。资讯产业是我国的强项，而网络速度更是我国未来发展各种网络应用的基石。因此，为提升我国网络速度，健全网通基础建设，原提案要求行政院在3个月内，针对加快我国网络速度到日韩等国的水准，提出规划报告，并于1年内开始实施。是否有当进行公决？